今天下午来到琉璃小动物救助站，大家好。悠闲的下午，毛孩儿在这样的大院里跑着玩，多开心！这就是我们新救最近新救的小毛孩儿，昨天救来的。哎，呵呵，这个就是一直保护小黄那个狗狗。 趴在车子，你看，现在还在前面。刘姨大姐，就最近咱那狗狗车救上的毛孩儿咋样啊？现在也是这样的啊，基本救上的狗狗都是有毛病，就是都在隔离。你先看，我看那个，刚才这方，这个是咱狗狗车新救的毛孩儿，这两个。对，都是这三个。那小毛孩也是吗？都是。小孩也是狗狗车啊？对，跟妈妈一起上车的。哪个是妈妈？这个是妈妈。 这个是咱新救的呗，刘大姐，这里吗？今天是那个旺仔狗肉馆门口这个救的这一车狗。是谁求助的？当时好心人求助的。对，是志愿者当时求助的，那个志愿者都哭了。是这些狗被拉到狗肉馆。对，就在狗肉馆门口，就在狗肉馆湖南那个湖南区。嗯。萧红就是那块有个狗肉馆。 这毛孩子发记号了，身上都有病吗？昨天是卸下来的，啊、今早就有狗拉血了，就刚才一去测试是肠炎性犬瘟，就是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去吃狗肉，知道吗？因为这本身这个狗都没有检疫，他们屠宰的狗都是有毛病的，因为我们乘车乘上从狗肉馆屠宰场往外救，没有一个没有病的。 大家好啊！这个前几天因为刘丽身体不适，然后就是我们想刘丽大姐就是单独筹这个小屋，现在这个小屋到了，就是很感谢大家。刘丽过两天就搬了，这里面差不多了。刘丽大姐，你啥时候搬过来住啊？这两天的吧，这两天稍微长点，我才会搬过来。 你后面小美没找你，她啥故事？刘大姐，她也是一个志愿人点的有皮肤病。其实我说劝她收留，可是因为皮肤病啊，把她家狗都传染上了。这柯基啥故事啊？刘大姐，这个也是在那狗肉车救的樊瑞全，是脑袋长瘤，那个前两天瘫痪不能动了。啊，脑瘤。对，刘婷姐姐给她买的好多好吃的。 他现在还能动吗？他现在还行，能自己走动一些。他在这跟你住啊？对呀，我就把这些老弱病残的都放在这屋子里。小博美，屁股堵死那个，那条腿还有点残疾。这老博美吗？对，把毛给绞了，这屁股还堵死那个。啊，他腿畸形。啊，腿畸形。 你就讲到这样，不让讲。再有外头出一个。不用铺张，好，地上铺。垃圾堆里的狗在这住。有人在后头，这个人在后头，熟悉的。 爹，谁呀，小妹妹？啊，刘姨大姐，这不快过五一了吗？很多就是好心志愿者问咱们现在救助站缺什么东西啊？缺被褥、吃的。这2个月就是玉米片那已经瞅不上来，严重的缺吃的。 还是玉米片呗。对，大家帮着买点玉米片去，因为咱们城管连年始终是瞅不上。在这里感谢大家，也感谢，就是这一阵时间，我这个微信群里的志愿者救了上百条的生命。今天直播也是想让大家看看，就是你们亲手揪的毛孩子。看他们过得开心，琉璃大姐，咱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？嗯。看他们过得开心。对呀、啊，那主要是也感谢这些志愿者呀，没有这些志愿者的帮助下，咱们也是无能为力呀。这一年来，这大家这帮助真是的。 咱们就这条件什么环境啊，都改善不少。哎，刘一大姐，你看这片怎么形成了一个沙滩区域？咱们好心人就是给毛孩子建一些小房子、小屋子啥的，是不是，刘大姐？这些孩子还没有什么挡风避雨的地方，是暂时就是隔离到一个地方，换个小屋暂时。对，他过两天小。 这个小屋装不了，现在是这里边是14条，然后那里一条，一共是15条的吊。这里就是那些流浪毛孩和屠宰场救下的毛孩们开心的地方。每天太阳一出来，他们就可以在这个院子里跑来跑去玩。感谢大家点赞关注。